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很高兴又在大法古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。那么很多人呢都会希望房子越大越好，东西越多越好，这是一般人都有的看法。但是现在呢，就连学佛修行的人对修行的法门也有越多越好的混淆想法。有些人一会儿念阿弥陀佛，一会儿呢念观世音菩萨，一会儿持咒，一会儿参禅，一会儿修密，一会儿修道，到头来不知道哪一种法门才是最适合自己的。我们现在就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说明一门深入的重要性。我们多一点法门呢，是多一点保障，好像也是对的嘛。我们多几条船呢，这一条船搭不上，搭另外一条船，那也比较安全一点嘛。所以在轮船上面又多几家救生艇，好像也比较安全呢。还有就多几个老师来指导自己，好像对着自己也有帮助哎。现在好多人呢，这个认异父异母啊，多认几个异父异母也很好哎。有的异父异母啊钱多，有的异父异母啊地位高，有的异父异母啊名声大，有的异父异母啊什么力量强，那靠山就多了。哪个这个靠倒掉了，靠不住，那个还在，那靠到那边去，这个也是很好哎。但是我要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了。这个我也在这大法古节目里头啊曾经这样子说过的呀。在海上面如果是有四条船，我们究竟是选择哪一条船？这是四条船同时选呢，还只能够只有一条船？如果同时选四条船，那可能是一个手两个手是两条船，两只脚是两条船，这四条船一起开的时候，这个人在哪里啊？一定掉水里头，因为船多了啦，结果自己没地方，自己没有立场啊，这是很危险的事了。所以在佛法很重视啊，修行呢要一门深入的。清净老师呢，不能够随便的改变的。有的人认为今天亲近这个有名的师父，明天亲近那一个有名的大师，在后天亲近某一个什么上师，在亲近某一个什么更高的什么大师哈，认为自己啊这样子呢就是很保险的。哎，保险是保险的，谁都不保你的险。因为大师还是大师，你也是你，你挂了他的名是没有什么用的。你只师父带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每一个大师都可能是好的，每一个老师都可能是名师，有不是有名呢，而是真正的明眼人。但是呢，你不能够跟一个人呢，你跟了几个人的话，不知道哪一个老师怎么指导你，你就弄不清楚了。今天听了他这样子讲，明天听了那样子讲，那你究竟学是哪一方面的？或者是呢，跟着一位老师只学了一点点，结果呢你就离开他，另外找一个老师又学一点点离开了，到最后啊，每一个老师的地方都没有学好。请问煮饭的时候啊，一次把它煮熟的好呢，还是煮到没有熟就不煮了，放在那地方？过一段时间再给它煮一煮，再烧，再加一点水，或者是再煮，这个还没有煮熟，又把它去掉了，然后呢，过一段时间再给它生一点火，再给它烧一烧。请问诸位，这个饭好吃吗？你们会煮饭的人是这样子煮的吗？如果这样子的饭呢，一定是啊，不是饭是焦的，就是米是硬的，而要不然呢，这个米啊全部碎的。就是啊，吃的时候是非常的不好吃的，就根本不像这个饭，
住不像住，饭不像饭，又而且是焦的。我想煮饭的人没有这样的一个笨的，笨到这个样子说不熟啊，烧两把火休息，再停一停，再烧两把火再休息，没有这样子的人。因此我们呢修行佛法一定呢不能说从一而终啊，至少一门深入之后，你修成了这一门，然后你这个老师说你这个在我这儿已经呢差不多已经学完了，现在你可以到某某地方去再学了，那就没有问题啊。所以我们呢对自己来讲，修行一定是一门深入是最好的最可靠的，做学问也是一样，做任何事业也是一样，你对你这一行，你对这你这一门，你对你现在做的这项工作，你一定要把它做得好好的，告一个段落之后你再换也没有问题。你不告一个段落，你做了半途而废，或者是你浅尝即止，一下子就放下来了，那你一生一世到老一无所成，一定是这个样。那我们呢一个修行的人，这是听到说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学了做什么？因为有无量的众生需要有无量的法门，我们知道有无量的法门，自己不一定呢每一门都去修，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可以学的，学的不一定修，可是呢当我们自己还没修好以前呢，你就学无量法门，那是不切实际的。但当自己学到按部就班的一样一样的学，或者是一门深入的一条路上学，学成功了以后呢，你其他东西都可以学了。像我念观音菩萨，我也念阿弥陀佛，我也念药师佛，我是修显教，我是念佛，也参禅，是禅宗，那密教我也不反对，但是呢我自己的基本的修行方法是禅，我不会啊把基本的基础的根本的方法立足点，或者是我的这个自己的目标啊放下来的，一定啊掌握着自己，然后呢其他的东西我都看，我都听，我都学，学了以后有的人需要啊我就拿出来告诉人。所以这一点呢能够了解哈，说一门深入是自己的，无量法门誓愿学是为度众生的，能够了解这一点以后就不会冲突，不会矛盾。